我是来自周大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的许文慧，在公司服务了20年，现在是尖沙咀做营业主任。周大福的服务宗旨是真诚永恒。我一毕业就加入珠宝零售行业，可能我会喜欢一些很漂亮的东西，还有喜欢接触不同的人客的，所以这份工作我一做就做了23年了，从来都没想过转行，越做越喜欢，就好像嫁了给这份职业一样。在今次比赛过程当中，我真的得着了很多，除了赢了一班战友可以共同进去之外，也都多了同事关心我，在分行的同事都很关心很了解我，又会问一下我你的偏间需不需要就你上堂培训。在这方面我都发现了同理心是很重要，这一方面我都会继续在分行继续推行下去，延续下去。要跟同事建立良好关系，首先要放低家长式的教导，要有领袖式的带领。可能我在前线服务了很多年才做主管，我很了解前线同事需要些什么，同事都很乐意跟我分享生活点滴和工作情况，所以从而建立了很良好的关系。如果我有下属参加下一届的比赛，我会用过来人的身份跟他分享我比赛的点滴，公司也会有一个完善的培训提供给他们，希望他到时有一个不一样的自己。